却白头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避开家天尽休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这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归途，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。与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今日起，我就是猎角魔团的首领。好家伙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把板凳坐得这么霸气的人。哥，哦不，首领，请问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第一，猎角魔中禁止一切杀戮、掠夺存活修士冥角的行为。可叶首领，我们本来就……认清我们的共同敌人，才能达成最终目的。另外，我已通过五颗骨星试炼，接下来我会无条件开放秘境主人的信息。祝你们通过骨星秘境。什么？夜雨成了猎角魔团的首领？是啊，我亲眼见证夜首领。夜雨那小子说要把骨星秘境的主人信息都传出去，现在整个四明城修士都把他当救世主了。真麻烦，当初把他们全灭口不就好了？没那么简单，我们判官中有人为他绑架护航呢。独孤判官，你准备如何向界主报告这件事呢？这家伙查真相就查呗，怎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？燕杰大人，界主也很久没回应过我了，您看。拜见九渊界主。阵仗搞这么大，是为了引出九渊界主吧？嗯，我猜鬼母设下过某种禁制，你们会忘记在九渊界死亡的人，只有我记得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针对你？哼，小爷可不会坐以待毙，大不了就继续挑战秘境喽。我不信他能一直回避。别人挑战秘境都是为了活下去，可你每次挑战都像是在送死。可能也正是因为你这份独特，才吸引人家忍不住靠近你吧。人家是谁啊？不会刚好就是冰女姐姐你自己吧？你觉得呢？你可以继续你的计划，但别忘了帮我寻找那个印记的约定。放心吧，小爷承诺过的事一定办到。不过我已经通过幽星秘境了，接下来的挑战恐怕要等一等定坤了。
小小的气灵，竟然独自来挑战我的秘境。可恶，一个杂毛鸟怪竟敢小瞧我。混账，居然敢嘲笑我的绝世美貌。你怎么知道我在骂你？我能读到你的一切想法，输定了，我这就把你变成我的美食。哼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李不平以后，我居然窥探不到他的想法了。把我这的劝雷全吸收了，强的混沌之力，这是神的气息。哼，我们来这就让你见识一下麒麟的真正实力，进攻混沌天地。我的境界居然突破了。丁坤，丁坤，你没事吧？主人，我成功了，可以和你一起去挑战变星了。我还以为要等你一段时间呢，没想到你通过的这么快，不愧是我的器灵。还真是器灵随主，你们俩都很好战啊。我才不会让主人等我呢，我们可是全宇宙最默契的搭档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抢走你搭档的位置的。这就是变星了。啊，这里的邪气好重，变星怎么也这么破吧？九渊界的九颗古星应该都被黑暗星云摧毁过。前面就是秘境的传送石吧。是你们？应杰，你不是守护阳星的判官吗？我同时负责看守两个秘境，只是已经很久没有修士能走到这里了。没想到你这判官还要身兼数职，你干脆和冰女一样造反算了，到时候一起离开九渊界。离开九渊界？别天真了，判官比任何一个修士都难离开这里。什么意思啊？传送阵已开，事不宜迟，两位请吧。等我。我可是你自己选择忘记前尘往事成为判官的，现在后悔了？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但我至少要知道曾经做出这个选择的我到底是谁。身份比命还重要？你可知背叛九渊界主的后果？我没有背叛自己的道就足够了，况且在这条路上我并不是一个人。这里的邪气居然比外面还浓郁。主人，你看他身上的衣服。他是九渊界的判官。我是判官烈云，我是变星的主人。永恒之地试炼即刻开启。今日插翅难飞。罗兄，你把他们引过来，我们一起把他们全杀了。涅槃圣梦，五剑相融，神剑破天。梦毅、紫嫣，一个不留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加入我们，一起横渡星河，跨界一战。斜阳风下影，风沙几度春秋，江山如画，墨
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流星肝胆与你四海皆为家。快马江湖争斗无非名利放不下，而我只求与你今生共话